像这种可以配了却不安静的，如果强配对产崽数和受胎率都会有影响。用公猪气味剂对着猪鼻子喷一喷，可以很快让其静立不动，眼睛发呆，耳朵竖立，听话配合，轻松配完。小猪、教槽小猪、蛋奶小猪很少有一个黄白的问题发生啊，咱就可以集中起来啊，产前两天，产后啊4-5天。料理加上钙磷28补，可以补充微元素，特别是小猪长骨阶段，可以促进骨生长，拉大骨架，骨量越大，后期肉量越多，一袋半量1500斤，2个月到130斤，全程使用。